刚刚说球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比赛是梅西进球了，美冠杯八分之一首回合的较量。哎呀，梅西终于进球了，拉斯维尔对阵迈阿密国际啊。今天沙菲尔伯格进了两个球，让梅西这个球漂亮，第一点是苏亚雷斯，漂亮，看苏亚雷斯传给梅西，梅西三人包夹中上演了一脚疯狂的怒射，把这球打进。梅西这个球踢的也是非常强硬，万万没想到啊，出现了这样的精彩的进球。好的，这边是维利斯大脚抬头把球炫出了界外，布斯克茨向裁判理论啊，下半场还双方还没有换人。迈阿密国际今天是5-3-2的阵型，而纳斯维尔是4-5-1阵型，单前锋。比赛继续，穆赫塔尔，哇，这边苏亚雷斯抢的也非常积极，直接把对手给撞倒了。苏亚雷斯笑，这球应该是吹了苏亚雷斯的犯规。看看这球啊，梅西刚才的这个进球啊，面对着三人，梅西一脚怒射把球打进。梅西的这个进球也是真强硬啊，比赛机。这边是威利斯来开这个后场球，大脚开出，第一点是被迈阿密队顶到啊，现在出界了。阿伦来抛这个边球，没有抛出来，给到了克里夫索夫，卡伦德，这边是阿伦。好的，尼古拉斯，克里斯夫索夫，漂亮。这边卢卡斯，后场拿球，比赛继续。韦乔，哇，这球太帅了啊！又到了威利斯的脚下，比赛继续。布斯克茨传到门前，哇！苏亚雷斯，阿伦带传到尼古拉斯脚下，尼古拉斯回敲，克里斯夫索夫，好的，继续回敲。尼古拉斯，阿伦，尼古拉斯再回敲，克里夫索夫，尼古拉斯给到了卡伦德。迈阿密国际现在是真猛了，真强。好的，费德里克，梅西拿球，继续来到门前，哇，这球漏了，
看看还有没有再在门前制造杀伤的机会。这球被纳斯维尔队拿到，好的，穆赫塔尔，哇，这边卡伦德拿到，赶紧出球，尼古拉斯，阿伦，布斯克茨，看看啊，这球，苏亚雷斯来到门前，哇，这球又进了，追平了。越位了，哎呀，有点可惜呀、哇，这个有点太可惜了。戈麦斯的进球被吹了越位，这慢动作也是确实越位啊。戈麦斯好不容易打进的这一球被吹了越位，好的，球门球，威利斯，看这球啊，威利斯，球门球，啊，这边找裁判了，肯定是因为这越位的球啊，克里斯，费德里科。这是梅西、费德里科，戈麦斯，裁判还是非常开心。这球如果要算了的话，就有意思了。没算啊，最后还是无效。威利斯，一个头球，哎呀，这球梅西出球也慢了。阿伦，戈麦斯，把球直接趟出了底线。戈麦斯前面那球也对他有一个影响，不然的话，前面那球不至于直接一个闪躲，直接干出底线。球门球，